这斗地主玩的。你谢一些吧。嗯。谢谢韩哥。谢谢韩哥。帮你咬一咬，我小蜘蛛给你扛一扛。嘿，咬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哎，致命点燃咬，平 A， 推 A， 哎一下，我死了，你给我点死他来，那维恩你不随便点他吗？一个泽拉斯还跑过来蹲俺们来了，我的天！给你俩厉害的。谢谢猴哥爱上叉叉叉的飞机。谢谢猴哥爱上丈叉叉叉的飞机儿啊！来人了啊！到位了，泽拉斯。直接进草丛，推，平 A 接推，别让我升二啊！一，推，哎呀，推错了，平 A。异动，看了不上。VA， 走位，走位。你回家了，他俩都没回家。算了，回家回家吧。先来个皮海，带个扫描吧。蜘蛛需要扫描，不需要眼儿。那卡莎这英雄 Q 技能耗蓝真低。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了，出现了。我直接扫描站到最后一个草丛里边吧。哎，不行，我得吃经验。好，三级差不多。一 W 流推咬，晕小兵再咬走位，推 A， 一。卡不牛咬，致命减燃，接起飞降落，平 A， 死。闪现 E， 咬。在塔下回城，喜欢塔下回城。换掉 C A， 快走！先插个针眼儿，哎，咬起飞，降落到左边，咱们不上了，溜了。上单小丑吗？这是？一下。那没办法。只能死了，这可怎么整？那怎么这么多人？五个人儿？那小丑跟青钢影怎么不一个等级的呢？那小丑是个弟弟，青钢影是个爹，我操！
一瞬之间下来五个人，玩个鸡人。太难玩啦，没有视野，卡莎这英雄推线真快。飞降落致命点，我很佩服这个维恩啊，敢这么跟我走维恩。继续，反正又没人。算了，回家吧，先来个法川海。再出个红宝石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这波我们先出去啊，去到左边跳弹下去，这波再拿一波双杀，这维恩没有一点点伤害。走呗，打过柳接抽，平雷接一咬，我就想知道那嘎里奥为什么不飞。你飞下来也行啊，你飞下来的黄纸不直接瞬间到吗？你怎么不飞呀、啊、为什么不飞呀、啊、他们家维恩都残血，你飞下来不全死了吗？我不是不看地图啊，这波他们家过来绝对是要团灭的，我先把维恩给他打残，那维恩马上一下死，嘎里奥飞完以后是不是死了？吸地吸个鸡巴毛吸，我说他，我说正义巨象，不是说你。队友打信号有什么用啊，打信号啊，真是操。那嘎里奥好几波啊，没有一波飞的，我也不知道那大招到底要干嘛用，留着下载。谢谢荒度 JY 的办卡。你这会儿不死，我看你妈走了。能把拿走，
操了，这下路优势这么大，不往下走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。关键你他妈的在那儿放技能。你在那儿放技能耗血，四个，杀了就完事儿了。没有关系，我怎么感觉我够呛呢？我能飞天，哎，让小鱼打死了，你打不赢。哎呦我好创，一头战死，回家了。你看这个逼没有，从来不飞，就啊准备就绪，就在中路瞅着。那你玩尬聊干啥呀？你如果就一下也不飞，你说你玩的英雄干啥？就搁那瞅着，就瞅着，就瞅着。来个沙漏吧，那你别玩这英雄，你玩点别的。维恩现在都配自己在下路待着了，推打不能咬，起飞降落，哎呀我不往那边走呢，飞，咬，这八爷想单杀我，我天哪！起飞降落咬，不杀我走位一打不溜，这维恩敢不杀我，我没想到啊，我下来一口你知道咬多少血，回家，不回家，差点钱呢。
真的差点悬，刚才沙漏不够除的。一打不领亏，先咬这个。三，哎呀，头条。